好，今日咧我哋就去 into 第三堂啦，到第二个礼拜就冇噶啦。咁咧就今日我哋讲乜嘢呢？就系、是、上个礼拜我讲咗第一个 point 嘛，系咪啊？咁咧我就叫你做嗰、那个我哋叫 principle outline 啦，即系原则上嗰个大纲啦吓。咁、咧应该有两个人做过咗啦，我睇下你其他人。今日我哋做咗大纲第一，咁我哋分析第一点啦，每一点咧我哋分析300个字咁啦，我睇下你哋得噶啦，好快好快噶啦吓，应该先我揾咗你哋嘅大纲先，好，睇到300个字你都写大纲，你写神学3000字都得啦，好，你俾咗我大纲啦，嗬？你第一点，你大纲系乜嘢？你上次俾咗咩？叫咩感恩？你讲咗啦，好。第一个点去答系感恩嘛？佢第四节到第七。我知道第个 sentence 系乜嘢？句子系啦，你叫咩感恩吓？好，好，讲咗未？吓？系啊，别听佢一咁两句嘅咋？一开始讲话太长啦。你 shortcut 系差唔多8个字咁啦。啱先啲话上咁样就有大镬噶。好，阿 Doris 咧，哎呀，我唔算啊，唔讲呢条命。诶，之后嗰啲啊？就系大纲啫，大纲。第一到四，第三節先，第四節先。第四節先。保羅為腓利門有信心和愛心而感恩。咁保羅為嗰啲唔使啦，以乜嘢和乜嘢為快樂咁就得啦。信心和愛心。即係你點解咧？依個係你嗰、那個你想要佢哋，我係話 be change 或者 do 嘛，所以。點解保羅嗰啲唔係保羅擠入去咧就唔係 timeless 噶啦，我係有超越時間噶嘛。咁你即係保羅嗰度就變咗，我係叫 expositional 噶啦，即係 seeking exegetical 啲。但係你講 homiletical 咧，即係教會講道咧，個大綱咧要個個人都可以 apply 到嘅。無論嗰陣時候，保羅人就係依句，而家人就係聽依句，明嘛？好咁啊。做一样嘢，系点啊？都同当初为你的爱心和信心感谢神。为你爱心啊，为你爱心和信心感谢神，呢样得啊？为爱心而信心感谢神又得，明白嘛？呢啲咧就系点解我哋 within 8个字咁好咧？就8只字、10个字好咧？一听咧就即刻可以知道佢哋 be 乜嘢啦吓，佢可以。去 change 乜嘢，或者 do 乜嘢啊，都得。或者3个 B 咧，有陣時你佢個人可以 be 乜嘢，可以 believe 乜嘢，或者 behave 點 behave 就得。所以3个 B 咧就可以用到嘅。所以你大綱咧都用3个 B 為主啦。明白？你諗嘅時候，你講個大綱咧就係你要聽周祖，相信成為乜嘢人，相信乜嘢。或者行為是什麼 be, believe 或者 behave 明白嗎所以呢真的不用太多的保羅那些就是不是 timeless 的可以拿走它了、那些是做個 homework 給你老師那些就可以、但講到就不用了好那現在呢你們就要寫你300个字講第一點啦嚇，好容易啫。我時刻諗到300个字咧，諗到哎呀死梗啦，講唔到嚇。其實唔係嘅，你分咗3段100个字就得。第一咧就開始咧就話開始保羅，咁就睇佢個 main point 係乜嘢啦，佢直説係乜嘢啦嚇。咁如果中間嗰100字咧，你睇到有咩轉捩點啊，有就因為啊或者乜嘢啊，咁得你試一下分開點嚟講。有陣時咧，佢哋可以講。每個段落150个字，咁啊講個。如果你睇到 structure 咧，有 gar， 有 hinder subjunctive， 有一個 starting 嗰個直説係乜嘢，咁你咪翻咗3段，一人就8个字咯。
如果只是得個 indicative 開始，那一個加，那你就分兩段150個字了。所以這個是一個mental block 來的，因為你左或者想到300字不行了。所以你現在看第一章四節到應該第九、第十節，你看看怎麼寫，好嗎？你慢慢寫100個字，三個大個段落，或者兩個150個字，兩個段落，但你要反映個經文保羅點分享佢自己嗰個內容，好嘛？好，而家開始。四節去到第十節。你自己決定去到邊度咧？去到邊度就。係啦，你記得咧，唔好停喺家。唔講，因為家係講因為噶嘛，明白嗎？你唔好停喺牽一十張貼嗰度唔講，因為牽一張十張貼楞住嗰個啊，通常咧啊。所以你自己教你看下經文，你自己看下邊度係個段落，應該不會去到十二節咁長噶啦，唔知夠好似係十節。你記得在中間咧冇一個加就得噶啦。即係因為係唔可以擺到最後，因為係要擺，因為嘅之後嘅節係需要楞住咁樣嘅。因為呢就通常楞住前面嗰個句子嘅。咁因為你睇下去到邊度就濕啦。除咗因為之後又一個 hint subjunctive。所以你要看個 structure。 好，而家寫啦嚇。Three。大標題就係Be faithful when others bring us joy。嗯哼。Good。第一點就係呢個 be faithful。咁啊，跟住就解釋啦。保羅聽到佢哋同樣愛心同信心，就同佢講咧第四節，即係佢係禱告當中係做啲咩嘅，就係為咗感謝神。雖然他第五節已經講了他們的愛心和信心，但這裡他就更加具體說的。他們實質做了什麼呢？就是去refresh 那些聖徒。因為這樣，保羅就有大大的喜樂和安慰。似乎這個喜樂是更加強烈的。所以當我們看到信徒去令到其他的信徒係 refresh 嘅時候，就好開心咁樣。Pretty good 嗱，你要點你有幾個字啊？呢啲嘅幾個字？英文就180。180，你點 strengthen 佢咧？你就要 define 啦。我哋 OIA 咧 ，O 咧就是 observation 之後咧 ，interpretation 咧。Interpretation 第一樣嘢就係 define，define 裡面咧就是 define 啦 ，imply 乜嘢 ？define 咧直接係乜嘢意思 ？imply 咧就係 imply 咧就係依個可以做乜嘢啊？個 result 係乜嘢啦？個範圍係邊度啦？嚇！所以咧第一個字你要 define 係邊個字？感恩啊，你咪 define 咯，即係 instead 講。大家已經知道什麼感恩，你講講通常我講一個 sentence 嘅或者兩個 sentence 啊，我通常你講乜嘢感恩咧嚇？你喺感恩一章四節嗰度咧，你睇個第二節，你睇唔睇得啊？係 Eucharisto 啊，即係我哋而家研究嘅 word study 係好重要嘅 definition， 所以乜嘢感恩咧 ？Eucharisto。是 U 是什麼意思 ？Crystal 是什麼意思？知唔知啊 ？Eulogy、Evangelism 啊 ，Evangelism of Christ 唔係啊，個 U 咧係就係好 ，Evangelism 就係好消息 ，Gospel 啊 ，Good Gospel 啊嘛，個 U Crystal 係乜嘢
grace 啦，所以你可以 define 佢咧，不過 thankful 咧就係upon the good grace of the Lord 啦，明白嗎？所以嗰個 word study 咧就係要講一講乜嘢係感恩嘅，你 understanding 唔係咧？而家嘅現代嘅人咧，你有你講佢有去諗噶，所以你 understand 嗰個 thankful 啦嚇，咁咧。如果你 click 佢 G168 咧，喺我個 bible.ryl.hk 嗰度咧，你 click 上去咧，嗰度一個出現經文，係咪？你 click 我嗰、那個我168bible.ryl.hk 嗰個咧 ，click 唔 click 到啊？揾唔到啊？下面就 Bible Hub 啦，再下面 Letter Bible 啦 ，click 入去就個 number 噶啦，睇唔睇到啊？我呢個好雜不楞嘅嘢咧，好用噶，好雜噶我呢個，求世界啲嘢最好嘅嘢吸曬落嚟呢度啊！呢度用 Chinese style 啦。嗱，你試下個信望愛嗰度咧，你睇嗰個出現經文咧 ，on the top。中間嗰度有一個02168 Eucharistio 出現經文，睇唔睇到啊？藍色嗰度字咧，你撳嗰出現經文，你睇到呢個字咧出現37次喺聖經裏面，咁你睇下呢個字係點用咯？即係通常咧，我要攞 one or two example 嘅。即係你講係點樣用？係從你哋經文嘅裏邊去講點樣用？一兩個例子點用嘅，明白？即係引用。你從我 bible.ryl.hk 入喎，中文有，英文冇嘅，因為英文你冇理由叫啲西人睇中文噶嘛，所以我中英文嗰度 delete 咗個 link 佢，明白嗎？所以有幾隻字你要 define 嘅，第一個字咧就係嗰個 Eucharistio 嚇，好，第二個字要咩？要 define 咩字啊 ？You are having。You are having 唔使嘅 ，having 係 having， be become 同埋 having 咧係 empty 嘅 ，em having 後面嗰個先係 important。唱快啊！唱快啊嘛，係啊，第六節嗰個一，第六節嗰、那個，第七節，great joy and consolation 嘛，係咪啊？好，你可以撳嗰個 consolation 啊，374，即係 joy 好多嘛，試下曬第七節。第七節，你得 bible.ryl.hk， 咁你去到呢度噶啦嚇。bible.ryl.hk 喺右邊有一個 English 嘅，是但 ，on the top， 睇唔睇到？我個 computer 未 connect to internet， 但係 yes。你撳下嗰個，撳下 consolation 嗰個374。睇撳唔撳到啊？374咧，你上去信望愛，
有三個嘅解釋，佢有勸勉同埋懇求同埋安慰。嗰啲唔重要嘅，你睇個出現經文。哦，我係睇第七節。啊 ，Great joy。啊 ，joy。你撳撳個三百七，唔係 translation 三百七十啊，三 translation。Constellation。Verse 三百七十。廿八次。嚇？出現廿八次啊？啊，廿八次。咁你咪睇下佢嗰個翻譯啊，除咗安慰之後係乜嘢？明白嗎？即係你係撳翻嗰啲紅色字嚟睇。只話三百七十嘛。嗯。啊。佢喺呢度，去到呢個版面跟住講。出現經文嘛，係咪啊？係啊。啊，你咪睇下每節唔同嘅經文啦，係咯。一個安慰者啦，第二個係安慰啦，一個慰勉啊，勸慰，四章三十六節，明白嗎？你講到嘅時候，咪可以講翻譯係乜嘢咯？即係變相勸化《羅亞斯》十二章八節，睇唔睇得？即係佢就唔係，就變相唔係淨係話得個一個意思，可以有幾個意思。Exhortation, encouragement， 明白嗎？所以你唔係得喺淨係講嗰個講十次嗰個字。係咯係咯。明白未？啊，咁你喺度咁多次咧，你就攞一兩節嚟睇下佢點用法。嗯。呢啲係已經解經啦嚇，以前嘅時候講已經解經，走創世記走到啟示錄都唔知咪已經解經嘅。嗯。啊，明白未？咁我哋睇第七節嘅第二個字係嗰、那個咩啊？暢快啊！你睇暢快。出現幾多次？十二次。啊，係咯。可以解安恬咯，安息。解又係啦嚇，你睇下段經文唔同嘅，但係你出現經文喺邊度出現，係咩用咩小例子？你講到釋經咧，就係有關除咗你嗰、那個，即係同 rejoice， 呢個 joy， 即係唔係就係睇佢解釋單一個字，而係睇曬成句嘅經文，在我嗰個經文裏邊嘅意思去解釋咁樣。同埋其他經文係嗰、那個字咧，第一樣嘢你要做咧就 cut 咗佢先，好似正話 Eucharist 咧，有 U 同 Christ 咁兩邊，你就知道佢嗰、那個。那個意思好似忍耐嘅忍啊，你一個刀喺下邊咁啊，啊，咁你可以解釋到，呢個 Eucharist 都一樣嘅，中文嘅釋就一個感恩咧，唔係真係感恩咯，其實係好大嘅恩惠。Great joy, great encouragement, refreshment. He is saved. 啊 ，refresh 係咩意思 ？Refresh 嗱，你又要撳個號碼。明白我意思嗎？撳個咩啊？個號碼，個號碼係幾多？三七三啊！撳咁多？三。你睇第七節先。七節。嗯。三七三 ，because。唔係三。三七三。嗯。呢個係個 refresh 嘛，係咪啊？啊，你睇下喺啊出現幾多次？你喺 Bible Hub 嗰度 ，Bible Hub 出現幾多次？咁啊，咁啊，佢哋會解釋俾你。嗱，依個慢啊，你嗰度嚇。嗱 ，Anapao 嘛，係咪啊？揾唔揾到？Cause permit or to cease from any movement labor in order to recover. 或者你撳 blue letter Bible 都得㗎嚇。最重要嗰個咧就係嗰個 how many times 出現喺點用？嗱你撳 Anna Paul， 但係如果你係浸信會，你就知道啦。Anna Baptist 咩意思啊 ？Anna Paul 重啊，重啊，再浸啊，啊，所以 Anna Paul 咧就係。在乜嘢嘅意思嚟噶？
再嚟又再嚟啊！又 Anna Powell 咧，嗱你喺呢個中文版嗰度咧睇到有兩個字嘅，睇唔睇到 ？So refresh 即係話有個 again 嘅意思。係啊係啊，係啊 refresh。Yeah，continuous。嗱睇唔睇到？個字咧就係來自咧303同埋3973。你識個信望外先。咁你慢慢地嚼去每個字係咩意思？所以 imply 係乜嘢？你喺出現經文嗰度咧，373呢個出現經文你撳咧，佢出現12次。嗱，佢個翻譯包括安息、安歇、歇一歇、暢快、臨後。安息啟示錄6:11，所以你個 imply 啊，意味著乜嘢咧？好豐富咯，所以唔係單單講 refresh 啊，佢覺得你都係好悶嘅嚇。但係佢嗰個303係再次，跟住3973係講緊停止啊嘛，咁即係嗱，佢係咁嘅，你聽我講373 Anna Powell 啊嘛，你都303就 Anna， 係啊 Powell 就係咁啦。所以你每個字咧，你撳3973，你可以睇下個 power 係咩意思。嗱 ，power 咧，你撳3973咧，就係放棄、離開、停頓。啊，你可以出撳佢嘅出現經文，自己嗰、那個自己3973嘅出現經文。所以你拼埋一齊又得，你獨立又得。所以你嗰、那個。每次你行，你每次你遇到乜嘢字啊？你喺度你撳咗之後，你就 loop 下，或者叫你 scan 下 loop 下，你睇下，冇淨係睇嗰個官方嗰個定義咯。好似忍你又講忍耐，你講忍耐講好多唔同嘅嘢，有你諗啊。但係你睇個字咧，你刀嗰度你講豐富啲咯。Anna Powell 看那個戒詞 Anna 你就知道他說再來又再來，所以你說暢快，你不就說、這個暢快、令你很開心，其實這個是很 one dimensional 咯，但你說暢快的字呢就是來自再次，是不是、是的，明白嗎？你就沒有能力所以暢快是的明白嗎？咁我就只係講即係呢個總之呢個 nature 嗰個 joy 就係有個每次諗咧都會好開心嘅。個 nature 你慢慢 loop 咯。哦，你自己知道啊？唔係 joy 就係 refresh 講緊373啊。係，喂。你加喺個前面個 Anna， 後面個 Paul， 咁你諗下 what does it imply？ 如果你開心又 miss 咗個 Anna 喎，what does Paul mean again？ 呢個佢講緊呢個 Anna 同 Paul。我知道 Anna， 係啦，跟住嗰個 power 係3973，即係其實佢呢一個373係兩個字組成嘅，兩個字組成嘅。呢兩個，咁呢兩個303 Anna 呢個係3973係 power， 你撳入去咧，你應該睇一個 power 嘅意思。但係我撳唔到嘅。哦，咁呢個係 software。明唔明白啊？所以咧嗰個。我好中意寫嘢噶啦，我好中意諗嘢噶啦。但係我時候 content is king 噶啦，你每個內容咧，你點諗咧都係你嘅嚇，好似好主觀嘅啫。但係如果你有呢兩個字拼起嚟咧，就好客觀啦。咁你慢慢可以 loop 下諗下 meditate 呢個 Anna Powell 咩意思咯？
如果你有 Greek 嘅讀過 Greek 咁咧，更加有 advantage 咯。明白我想教你咩啊？嚇，深啲啦，可以深啲，你想講乜嘢都得噶。所以有陣時我聽人哋講到咧，我聽完之後咧，我覺得哦，可以做多啲，可以豐富啲。咁咧就嗱正話講啊個分析啦嚇，你講呢個主要有個即係出現經文隔離有個同源字嘅，第幾節？唔係嗰個 inner power 出現經文隔離有個叫同源字嘅，即係聖本嗰個咧，嗰個撳入去嗰度有幾個嗰啲咧，係咪都可以？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參考，可以俾你講嘢點解？我再睇下先，你睇下你查到乜嘢犀利嘅？邊個話你過嚟？隔離嗰個會同義字啊，咁呢個依家都有用嘅嘛，應該話係啦，但係啊 same root， 但係佢係唔同嘅分，可能佢前面嘅字唔同，佢介詞唔同，一個 anna 一個 appa 嘅嘛，一個 kata 嘅嘛，一個 soon 嘅嘛。嗱你好講 app 第四嗰個咧 ，app 嗰個咧就 upon， 在於啊 ，kata 就 against 嘅。Sooner together 嘅，明白嗎？但係你記得依個係 Anna 咯，你又唔好用第二啲咯。嗯、但係其他，你如果好中意研究咧，咪用個。但係可唔可以用好似上面嗰個咧？三七二都係有 Anna。誒、佢係唔同嘅啫，佢係有陣時係 noun 嚟嘅，多數係 noun 嚟嘅。你又可以撳下去睇下來源邊度咯。呢個可以係一個，所以同源係一個。一個係 verb form 嘅 noun form 嚟嘅，但係個 verb 出現幾多次 ，noun 幾出現，如果可以研究，其實都好做好多好多嘢。呢度係一個 extreme form 嚟嘅。哦。即係個紙巾啊。我只不過係因為係個介詞唔同，所以就解釋又有分別啦。係啊，所以你明白呢個功能咧係sky is the limit， 冇乜嘢攔阻到你嘅。嗯。所以以前我成日後生時諗問題講得咁好嘅，之後咧我要識咧，我話其實佢哋唔係講得好好，佢哋 experience 同埋有 emotion 嘅啫，唔夠準咯。我哋乜嘢講 accuracy 啊？準嚇，所以咧就係自己可以諗，為你自己諗咯嚇。嗰、那個好多嘅你甚至可以睇嗰個第七節咧，有喜樂同埋安慰嘛。你可以用呢個 ISA 咧，撳呢兩個字喺旁邊咧，你睇下邊節聖經有呢兩個字一齊都得㗎。好犀利噶！嗱，好，而家我翻翻去正話分析嗰度啦嚇，我唔講咩啦，費事錄低啦。嗱，我咧就唔會，我話我感恩。我可以試，但我先講埋佢先嚇。嗱，我就會唔，我唔會 leave it dangling 啦，我會講啊，我保羅咧。就為開始咧，就為腓利門感恩嚇，睇、到聽到腓利門嘅愛心和信心而感恩啊。去愛心信心向主耶穌同埋向信徒嚟感恩啊。睇到佢呢啲佢嘅我又 restatement 啦，我就會話睇到佢嘅佢付出嚇個。感情啦，對佢哋嚇，同埋相信啦，而感恩啦。咁我講乜嘢係感恩？嗱，我唔會淨係單單講感恩，我都講埋個內容嘅，即係嚇。啊咁咧，但咁我講咧就繼續講咧。佢因為依、這個佢為依個事感，佢有愛心同信心同埋安慰力信心而感恩咧嚇。佢、嘅效果咧就係、是、咧，佢就有。功效第六節係啦嘛，佢哋所做嘅嘢有功效啦，佢聽到佢哋付出個愛心同信心嚇、
依、这個愛心同信心咧，個結果咧功效咧就令到佢所做嘅有功效。咁我去到第七節咧，但係最主要嘅感恩咧，就係、是、因為點啊？因為佢哋係啊，佢哋有大喜樂同埋安慰咯。咁你這個 flow 咧就300字咧大把嘢講噶啦，但係 within 但係去到邊度咧，就你覺得關鍵嘅字咧，你要 define 佢啦，用個 word study 嘅方法，好嘛？好，我哋停一停先，break 下先，咁之後睇下第二個講。